少勋，玉勋，很久不见你了，没想到与君相见，就要跟您说再见，这是我们最后一趟。天哪，两趟哎，这样就八集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有八集没有见到对方哎。这段时间没见到你的日子，我好辛苦。哦，我都老了十岁了。你都老了，你还是依然漂亮。谢谢。哇，你的耳朵休息了八集，应该好多了吧？哟，卡住了吧？你今天睡很饱对不对？你今天睡很饱对不对？我戴耳塞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时间点真的是从第一集到现在最好的时间。是。哇，这个时间现在是七点，就是我刚睡起来，体力最好的时候，最吵的时候。一开始就制作人单位有说，就是要送我们这个礼物，因为是最后一趟。最后一趟。因为我们是最后一趟出任务了，所以想说可以送个行李箱给主持人。你没有推荐吗？我们柜上其实有蛮多款式的行李箱，可以依照你们的需求来选择。那这是我们瑞士设计的新款行李箱，那它重量非常的轻盈，可以试试看。很轻哎，你要拿它好。真的耶，主持人每次都买超多东西，跟服装都很多，这够装吗？对啊，因为怕会装不下。好，这点您不用担心，它有额外的扩展功能，里面其实超好装的，而且夹层非常的多。那这边有一个个人化的刻字片，可以刻上对方的名字送给他们。刻字化可以打中我心。那我们直接买一大一小，然后刻主持人的名字。好啊，这边帮您准备。好啊，好，谢谢。謝謝，我们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哇，很有气势，就是来个团队。快快快，你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。因为它是双杆的设计，对，所以它特别的稳固。所以其实有一种另外的进场方式。我们刚刚重新再来一次。没错。来。你看我这个轻松的，就这样子慢慢的往前，来漂浮一样。稳的，你看哇，双杆就是要这样用，直接可以飞进来，没错，非常稳固。对，哇，这个应该要第一集就送我们吧？怎么会到最后一集？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跟我们赔罪的概念。啊，是。有没有以为想说啊，就是我们吃制作单位豆腐吃太多了，是他想说啊，给我们这大颗的，就是把该买的礼物都买齐，好好送给大家这样。希望我们再更多回来，再更多回来，买东西给大家。哎，它这是可以扩充的，这真的很厉害。还有一个蛇腹，你把它拉开的话，它就会这样。而且它这个消光的设计，我觉得真的超美，而且不同颜色，没错，哇，消光像蝙蝠侠。对啊，哎，我很喜欢你的黑色。哎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行李箱有三色，三色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还有一色，还有一色，所以表示我们应该还有一个小帮手，没错，然后他应该要拿第三色进来。所以这一次的小帮手不是你，不是我找的，也不是我找的。我们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雨熙，对，雨熙姐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 Fendi， 我比较 international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也是写英文，对，我是 Spark， 哇 ，Spark， nice to meet you， Spark， hello， and Fendi， 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先问你有戴耳塞吗？有哎 ，OK， 那还是降噪的那一种，那更好，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噪音制造机，对，不是你不用指我，他的手很吵，然后直接指我。OK， 我刚刚在门口已经听到你的声音哦，已经听到我的热情，一定要降噪，一定要降噪。好的，那我可以接受，很好，你有基本的配备了。对，就是欢迎。哎，对啊，那这次我们要去澳门，是，对，那为什么？就是说你有什么来龙去脉吗？前前后后去了澳门大概五六次吧，这么多，而且都是旅游哦，全部都是旅游。有别的事情吗？第一次去工作。哦，这一次第一次来工作，对，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没有要去工作，就是没有这些人呢，所以他们等一下就会待在这边。然后我们是自己去旅游，对。好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所以你是云霄飞车那种 OK？ 云霄飞车我觉得还可以，因为它就我觉得速度是冲的速度还好吧，它很 OK， 我速度感的爱玩，速度感的我速度也 OK， 但我不喜欢离行李的感觉。我也是。他会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门是在D9，好，谢谢。9:50要到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走，谢谢。